圾分类从我做起，分类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丽水市垃圾分类办宣。端州一任三年，这一走真是不舍。包大人造福端州，百姓也舍不得您呢。这方端砚是他们托我交给您的。为百姓谋利是我职责所在，若收下此砚，我与贪官何异？倘若退还，怕要伤了众乡亲的心呐。哎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留在这羚羊峡吧。包拯在端州任职三年，却不肯持一砚归，为官清正廉洁，方能不忘初心，永保正气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北京时间8点整，丽水广播电视台新农村广播为您准确报时。实现乡村振兴，精准对靶抓消国，全面小康路上不让一人一户一村掉队，聚焦丽水消国，走高质量绿色发展之路。丽水市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工作领导小组，欢迎收听聚焦消国。2020年丽水市农业农村局。